大家好，我是英特尔，欢迎大家观看第133期《巴士模拟二》OMZ 二。今天我们继续地图 WoW 2.0 版本。今天我们跑线路178路，我们就是一条线路一条线路接着按它的列表清单来啊。今天轮到了178路。今天我们使用的车型是 MAN Leon City A20 预博兰的 Bus 城际巴士，城郊巴士。那么它这台车 11.98 米长，采用的变速箱是 CF， 涂装依然是 R4RG。 可惜的是，这台车 A20 Uberland Boost 这台车的 mod 已经不在这个巴士模拟2 OMZ2 的官方论坛，这个链接已经没了，是由 V3D 工作室制作的。但是这个车，而且我还找了一下魔仔联合，魔仔联合因为这个涉及版权的缘故，也没有这台车的链接。所以在哪儿找到的呢？是在波兰的巴士模拟二的一个论坛上找到的。所以回头这个视频简介里面的链接也只能是放这个波兰的外网的一个下载链接了。好，我们接下来启动车辆。有什么问题吗？车是台好车啊，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它这个官网下架了，是不是可能萌生了收费的念头啊？这次一定要把这个资源要放在网盘里放好。只要 OMZ2 有这个这款游戏不死，那么这款车一定要一直在网盘里放着。空调打开。设置一下报站线，我还有一分半钟发车啊，得快点了。178，抖啥抖？别抖了。车震呐！舒巴哈牙，不对，对，这下应该对了吧？本来这个电线是对，我擦，这个频率不够快，再快一点。把灯打开，好，各方面灯光都正常，双门本啊，前面是单门，后面是这个双，前面是单扇，后面是双扇的一个塞拉门。好，我们去始发站。这个今天我们不全跑，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到了这个中间9:57到达呼和浩特 Hauptbahnhof， 中央火车站的话，后边的路程是跟这个之前是，反正是这个呼和浩特地图的第一期视频应该是重复了。那么就只跑前半段到9:57，那么全程用时差不多也就是21分钟啊，半分钟，赶快走了。实际的天气啊，下着雨，把雨波打开。哇，这晚点了，始发站就晚点了，搞事情。这个地图里面的 AI 车非常的猛，所以我们要礼貌的让行。括号不让不行啊。哇，这刹车很灵敏，真的很灵敏。Hello。Guten Tag. Hey, Eismann. Hallo. Dreh mal die Heizung auf. 打开暖气啊！打开了。姐姐们、阿姨们、大妈们、奶奶们，啪！又一个逼都上来了，过着不耐烦了，过的。女人是老虎。要远离之。这个左后视镜有点糊了。
没有打开这个侧挡风这个车窗加热，没有这个功能，可能坏了那一块。哇，这个导航什么情况？好在前面是续上了。好多观众问这个左下角的导航是不是游戏自带的？这个游戏它不是自带的，这是一个巴士公司的插件 DLC 里边的带的一个导航。其实它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导航的一个插件，但是它这个巴士公司的 DLC 里面正好集成了导航这个功能。走这么慢，真的是浪费生命啊！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生命。哇，车里面雾气腾腾。点个赞。没有人行横道也等啊。始发站是 Friedensplatz 和平广场，然后我们今天终点不是178路的终点，中间的也是终点，是中间的终点是到达 Hohe Au Hauptbahnhof 中央火车站。我都忘了第一期那个线路号是多少来着，这记忆力太差了，现在175对，我查一下。哇，这么礼貌的吗？17，第二期是177，然后对，第一期是165。嗯，报站了没？自动报站还是手动报站？啊，这就对了。报站是对，但是上面显示有点不太对啊。Hello。Guten Tag, Herr Busfahrer。Herr Busfahrer， 公交车司机先生，这是什么说法？可爱，想。还要过马路吗？不过了。哇，这边两边马路牙子上都停着私家车，中间的道如果对向来一台卡车的话，就得稍微紧张一点。票了，有人下，有人买票了。对，这个左后视镜，出站的时候得仔细的观察一下。啊，这台车真的是不是特别的耗费电脑的资源。而且人家这个后视镜流畅度也很高，
像某些车型一卡一卡的，跟幻灯片似的。这个爆站跟实际上边这个 HUD 显示的这个下一站的名称正好相差了一站。考验车技的时刻，希望这次不要再开往天空站了。上一期那个视频最后，哎呀，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至今想起来依然是，哎呦我操，不敢说了，这个嘴呀、啊，真是奶嘴儿。提前一分钟，马赛克的画质 ，VA 画质。直走啊，我们有优先权。哇，前面是什么地方啊？好多老外，老外们都叠起来了，就是群批嘛，在。妈耶，好热闹的说，来凑一波热闹。Heidhausen Bahnhof, Sie haben Umsteigemöglichkeit zur S-Bahn. 可以转乘城际快速列车，普速列车，胡说。Guten Tag.Hello， 太不礼貌了，跟人家说你好是眼睛头是朝向另一方。184路，德铁的巴士，这边没人下吗？我不信，应该是有人下的，这么重要的一站，哇，这些人，好吧，我多虑了。两台，这个地图，这个作者 Der Simulant 德国的玩家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做一些 hot fix， 做一些小的铺丁更新什么的，都已经更新了10个包了。所以这个地图真的算是虚拟地图里面的精品。一定也要像这台车一样，永久的躺在网盘里，我的硬盘里。终于有人要下了，这段大直道，提速。右侧有一条河，这边的河叫什么？没有名字啊。Kollege， 同事。哎，这站报的声音怎么这么小？Nice。
哎，这个 OMZ 二里面这个长焦镜头是怎么拍摄呢？这个长焦的照片。是不是有什么模组什么的？不会呀、啊。待会儿又拐了，到中央火车站。嗯，这里边很多这个施工的路段。来，飞起来看一下，这边是一个工地。右拐是去市中心，中央火车站，然后北城都是往右拐。直走是去南区，然后是应该是游泳中心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可能是有一个体育馆吧。这边有一个德国的邮政 ，Deutsche Post。看样子有点像总部哎，不是，就是这个货奥的总部，规模挺大的，不像是一个什么快递分拣中心。这站差点路错过。乘客 POV， 黄金位置上。一会儿司机扭过头来说：“你在拍什么？”我说：“我在拍你啊，为什么拍我？我觉得你好帅哦。”没有人下。哎呦，咱们是去中央火车站下车。妈耶！操！我这他妈跟这小孩跟小孩合体了，可还行？原来我是一个小朋友。正好右拐绿灯，我操，这个音乐 BGM 很魔性。多少路？178路，反向车，它是开往我们的始发站。Friedensplatz, Bimbach。 嗯，可以走了。然后回去那个同事就跟公司领导说，这个英特尔啊，这个上班期间那个老外不好好开车，公然调戏我。
Cage 特色。嗯，把零钱 找到这儿来，对对对，看看我的手，给我。我这切回来吧，不皮了。关键是这边后视镜出这样，怕后面有来车。这个、老外叫什么 ？Talk or sh？消防车，应该是指挥车，有可能是救护车。没有看看上面那个是 Firewear 还是？报下一圈。哦，到了。下一站到达呼奥中央火车站，需要换乘德铁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车技可以。拖挂掌握的距离很标准。哇，这个导航，你看啊，待会儿如果就是继续往下走的话，从这边中央火车站出来往左拐的话，又是这个情况。可能这个导航又要死翘翘了，有 bug 吧？这来喽，是在。第五站台，第五站台应该是在右边这边，我们要绕一圈。这边中央火车站这边老外不是很多，179路。还是刚才那一站，中间这个那一站老外比较多，第五站台。前面去，应该这个中央火车站只有这一，就只有五个站台吧，总共。对。哇，这个可以当滤镜。好了，我们不走了，对不起。真的是不好意思。嗯，连火都熄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八十五尼二 OMZR， 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E poi non rompermi i coglioni. Per me c'è solo l'Inter.